这是台南最特殊的红树林生态，它很多树都在那个浅水里面，很漂亮。然后这里的生态很丰富，也有水笔仔啦、蓝图鱼啦，还有白色大只的鸟，白鹭鸶。整片都是应该列为保护区，要过度开发哦，就会变得不一样。水笔仔这物件，在水里这种很生命力很强势的，底下一种海水生物。啊，后面这个红树林，伊是最好的，台语叫做毛红啊，最好的防风林。这个水应该是之后才淹进来的，可以进去，这次去那边的话就多脏。淹进来之后，然后整个枯死。